欢迎来到5月28号星期一晚上的 MHK 每周通讯。话这么快呢， MHK 每周通讯每个礼拜一都提醒我呢时间呢是觉得有几快，嘘嘘声就是去到5月28号啦，即是又是要交租、又是要准备要出粮给同事的日期啦，即是这些时间呢我头都痕埋 的时间要泼水啊各方面的东西。那各位老友记、即提一提大家啦、有兴趣订阅我们的节目的老友呢就麻烦打电话上来39558673 39558673，或者 WhatsApp 去98108874、我都知道呢有很多的朋友呢就很希望呢就 subscribe 我们的节目、支持我们、或者是添香油、打赏给我们、这样如果呢、你们有兴趣的呢、醒少少 ID 那方面呢知识多一点的呢就可以上 www.mihk.tv 你一登入个网页就即刻有个 pop-up window 就是叫你支持我们的持续发展基金。如果你手松一点的或者近排赢了钱赢马赢了波或者你都可以支持我们的制作和我们的添置的仪器各方面的东西，又或者就即刻可以是选我们的订阅的网页按进去就是 subscribe 我们的节目。1988的 plan 就是包晒所有的节目任睇一年平均围到就是每日只不过是6蚊咁大把嘅啫，即系平过你买一份嘅报纸啊吓。咁亦都系我哋嘅节目由6点钟一直开始到去呢个嘅晚上嘅12点几吓。咁啊，希望大家咧即系体恤下我哋嘅制作啊，即系需要成本啊。咁啊，亦都开始面对一啲嘅问题啦，即系我哋嘅机器咧已经系第3、第4年啦。咁啊，实不相瞒咧，开档嗰阵时咧，其实好多嘅机咧已经系喺吓坊间里边执翻嚟嘅二手机，咁咧差唔多时间咧又要换机啦。咁啊，即系呢啲系好头痕。咁啊，即系我喺度呼吁大家咧，即系希望大家唔好吝啬你哋嘅腰间钱啊！即系如果你睇咗我哋嘅节目好耐都冇俾个钱咧，睇我哋免费嘅直播啊，或者就上我哋嘅 YouTube 嘅第一台，或者系 MHK YouTube 嘅第二台睇我哋嘅节目吓，睇好多免费啦吓，手头松啲嘅支持下我哋，因为我哋嘅制作系真系需要你哋嘅支持，需要你哋嘅付款，唔好喺街净话，哎，我都系睇你嘅节目啊，支持你啊，其实真系唔够啊，老友，即系我当然欣赏你睇我哋用心制作吓，用心创作嘅节目啦，咁但系好老实讲，三军未动，粮草先行吓，金钱先最重要，你哋真系要习惯下咧，系要付款咧睇我哋嘅节目，同埋有时好多嘅节目我哋嘅只不过系放咗一节出嚟啊，譬如大院有樂啊，你深信的陰謀啊，西城說事啊，金曲妙韻歲月情啊，好多呢啲嘅節目咧，深夜網聚啊等等咧，係全部咧第二、第三節咧都係非常之精彩，同埋咧更加富呢個嘅知識性嘅。咁啊，希望大家咧嚇撐一撐我哋嚇，因為真係唔容易啊嚇，因為好多嘅器材又要開始添置啊、攝影啊各方面嘅嘢啊，甚至我哋遲啲會考慮要買一啲航拍嘅器材咧，令到我哋嘅畫面係更加好，帶俾大家更加好的視覺的享受。因為我一直都堅持呢，我是很討厭呢太多的清談的節目，我是很希望可以製造多些戶外 的節目啦，即也都拍多些不同香港的實景呢給大家看看我們香港有多漂亮。因為我都很知道呢香港的訊息是其實很多的海外的老友記是非常關注的，其實分享一點的知識給大家知道呢， MHK 有30%的觀眾呢都是海外的華人，都是海以前的香港的海外的 overseas 的移民，他们都很挂住香港，也很喜欢 MHK 的定位，即是支持本土、香港文化、广东话、香港的飲食、香港各方面的故事、时事，给到他们呢仍然觉得呢虽然身在海外呢仍然有一片的关怀香港之情。这方面呢我们是会继续做的，因为始终我们的定位是服务1亿3000万讲广东话的老友记。这些老友记呢包括曾经在80年代喝我们、香港的电视剧广东歌的奶水的东南亚的老友，在80、90年代因为怕这个中国共产党而离开了香港，而去到英美、澳加甚至欧洲落地生根的一些香港的华人、希望呢我们甚至无将来我们的制作的
成本啊，雖然會增多，但如果人手和資金充裕，我們某一些節目希望都可以加到字幕下去，令到在台灣的朋友或者是一些在馬拉講華語但不懂廣東話的老友記都可以看到我們的節目。這個是我一個承諾，我希望我們可以將我們用心的節目的製作發揚光大，讓更加人多些了解我們香港的文化和我們香港現在發生的什麼事。正如以下呢一張相，我想俾你睇睇咧，就係關於上個星期依個潘咸道嘅香港大學鄧志昂中文學院對外嗰兩棵古樹啊，而家俾人斬咗嘅現在嘅情況。嗱，你大家見得到啦嚇，喺鄧志昂依個中文學院出邊嗰兩棵古樹咧，已經俾人斬咗啦。咁啊，大家都會問啊，點解我哋而家只得翻兩個樹頭樹根拍住棵牆，就俾啲水馬啲嘅膠板圍住咧咁樣？咁啊，而家我據真心教教主超哥的一些的內幕消息，原來當中的區議員呢竟然是動議要將兩個被斬了的大樹的樹根的樹頭呢，就希望清除了，說這兩塊東西就阻街運行。其實呢背後的目的就很怕呢，近好像以前前兩年在這個潘咸道近柏道的無辜被斬的四棵樹這樣生回些水環枝出來呢，證實了其實那棵樹是健康的。現在的區議員呢就叫陳哲貴，這裡呢有個綽號叫斬樹貴，就是最喜歡斬樹的。這裡有仔呢，其實為什麼現在要可能是動議要斬這棵拎搬走了這個樹頭呢，就是其實就很怕這兩個樹頭呢再生回些水環枝出來，因為他上上兩年咧，佢俾啲街坊咧鬧到佢飛天嘅啦。如果依兩個嘅樹頭再生翻水環枝，而件事即係話俾大家聽咧嚇，係又似你，原來你又斬錯咧，咁點算咧？佢所以希望咧就做一啲毀屍滅跡嘅事出嚟咧，令到咧佢證明佢做錯咧，係冇人知得到。咁啊，依兩棵無辜嘅樹咧已經被斬啦，而家只係得翻兩個樹頭喺度啫。好，翻嚟。咁啊，近排我身體又有啲好唔係幾好嘅情況，咁啊好老實講，我而家咧都戴住一個叫做 Fitbit 嘅 watch 啊，咁我即係唔係幫佢賣廣告，咁但係人過半百啦，咁啊都要記錄住自己嚇啲心跳啊、血壓啦、睡眠嘅時間啊、每日行嗰幾多步啊，咁起碼有個 record 出嚟咧，咁有啲咩突發嘅事件咧，我去到急症室咧嚇，我嘅想救我嘅醫生都知道我近排發生緊啲咩事，血壓、心臟啊各方面嘅嘢情況會係點樣。咁啊情況就唔係話真係好差，咁但係咧我的而且確咧我抵抗力咧就下降咗啦。咁而喺早幾日咧我就證實咗咧我係生蛇啊，英文咧，我教大家英文叫 shingles，shingles 啊。咁啊，山蛇系啲咩嘢嚟嘅咧？山蛇其实就系你嘅身体里边咧，你曾经细个嗰阵时打咗一啲嘅牛痘嘅疫苗啊，咁啊揿低咗你一啲嘅细菌啊，令到你身体里边咧有呢个抗牛痘嘅呢个嘅抵抗力，但系一啲牛痘嘅病毒咧就寄居咗喺你嘅身体嘅神经线里边，咁呢啲嘅病毒其实系冇死到同你共存共亡，只不过咧当你身体出现一个免疫力啊，或者你好攰啊，啱啱病完啊，身体状况唔好嗰阵时咧，佢就有机会咧就放肆啦，咁咧就侵袭你嘅神经线，咁咧就令到咧你身体就非常之痛楚啦。咁我今次嘅病患嘅地区咧就系我成日做节目都系揞住依一个位，就系正正系一个肋骨嘅旁边同埋依个心口嘅一个位。咁当然我冇办法除件衫俾大家睇啦，咁即系冇系令到你大家眼睛污染啊。喺依几个位里边咧，系生咗好多嘅水痘，咁而咧嗰种痛法咧系我都觉得系真系好痛。而每晚咧就系等到我喺瞓着咗觉嘅时候咧，佢就会痛醒啊。咁凌晨啊、三点啊、四点啊，就令到我非常之疼痛。咁每一晚咧瞓得唔好。咁我嘅记录咧最少嗰晚瞓覺係3小時51分鐘，同埋4小時12分鐘，係我瞓呢啲係通常係瞓得著嘅睡眠時間嚟。咁大家都可以諗得到我最近嘅精神狀況會係點樣啊？咁啊冇辦法啦，有時好多嘢唔係你講話，我如果多休息啊、多保重啊，就可以做到呢一樣嘢。咁的而且確嚇，工作係非常之繁忙，要處理嘅問題非常之多嚇，要帶領我哋嘅同事去做一啲嘅嘢，當中裏邊一定要有一啲嘅指導啊，各方面嘅嘢。咁我呢個當然我明白啦，即係
呢一方面嘅嘢，個 delegation 啊，即係下放權力俾我哋嘅手足。咁但係始終你要明白，我哋係一隊嘅青春班，靠一啲一幾個嚇個別可能喺社會上面有足夠嘅經驗嘅人去帶領住佢哋。咁但係始終我哋好多嘅同事咧都冇做過一啲好大嘅機構啊，咁變咗打工啊各方面啊critical thinking 啊呢啲都要時間要浸淫。咁所以就好教我哋啲將領咧，就係當中裏邊咧係帶住喺佢哋去做嘢啦。咁啊～这个没办法，即是多谢这么多的网友，这几天里面不停去问候我，给一些偏方我去怎样去医我的 shingles， 有些什么饮食的东西，也可能有送了礼品给我，希望我保身，周生又自己送了芯片给我，我很感谢你们，我真的很感触，即每次见到你们送东西上来给我，知道我和你之间已经是在个空中隔着个荧光幕建立了一份真挚的友谊，即是你会担心一个朋友的身体有事这样去担心我，一个真挚的问候，我是非常感谢大家的。咁啊，亦都有一样嘢要喺度公开呼吁大家啦，就是关于我哋最近的天气问题啦。咁啊，而家咧，我哋嘅万宜水库咧，大家睇一睇嗰张相吓，哇，真系吓死你啊！而家咧，其实开始咧就真系渐渐地底啦。嗱，过去十日咧，我谂大家都知道咧，香港系非常之炎热啦，吓，即系晒到窿啊。咁我哋出外景嘅老友记就知道啦。总理咧啱啱喺上个礼拜六嘅晚上嘅5点半出勤去拍外景咧，拍佢嘅《希兹的美食家》第二季咧，系热到咧系湿正条脷嘅咁样翻嚟。咁啊，大家即系唔好以为咧吓，我哋嘅水咧系可以系常用吓，我哋都系而家系靠呢个中国大陆。跟他买水这个高昂的价格跟他买水。那么回来先。但是呢好可惜，我哋嘅政府咧係缺乏一個遠見啊！其實我哋每一年買翻嚟嘅東江水咧，有起碼有10%，我記如果冇記錯，有30%以上嘅水咧係倒入大海啊！咁但係我哋嘅偉大嘅政府部門嘅官員咧，係永遠係唔識得係居安思危啊，係唔識得咧起一個嘅嚇淡水庫咧去裝起一啲剩餘嘅食水啊！咁當然啦，我哋嘈到拆天，希望係要起嘅喺呢個海水化淡廠啊，亦都是完全咧，就系吓冇人听我哋啦。而新加坡咧已经系 crack 到一啲嘅技术咧，系比我哋以前嘅海水化淡厂咧嘅成本咧系平好多，系已经系证实咗系平过我哋同中国系买东江水。咁而家香港系好依靠中国嘅东江吓，咁大家要都明白吓，中国已经系国破山河在吓。sorry， 应系国在山河破，全部都败坏晒吓。好似阿毛永文教授啊教我哋咁样吓，国在山河。婆里面很多的东西已经坏得七七八八，我们如果只是靠它一条东江水喝它一些受污染的水源，而东江也有机会会干涸，我们也是非常一些很严重的天然的问题。在这里呼吁大家节约用水，冲花洒又好，浸缸又好，真的大家要珍惜用水。很多的年轻人是没有经历过香港曾经制水的问题，曾经我们在1964年是试过每四日供水4小时，这个是非常痛苦的事，你想想日日在醃鹹蝦是多大鑊的一個問題。當然開個玩笑，我們有網友 Stupid 就跟我說，香港同胞就記得節約用水，要沖涼就過澳門，當然在澳門沖一次涼是1000多-2000元，大佬不是個個有錢去的，是吧？這樣好，回來繼續再說。我們接下來我們呢的開放日就會在6月內舉行，我播一播條片給大家看看。准备好嘢食睇波未啊？我哋一早去咗 MHK.TV 开放日买定晒啦！我哋都准备好啦。6月9日嚟 MHK.TV 开放日，扫走多款日韩台零食，为世界杯做足准备啦！仲有一系列红白餐酒、日本清酒、威士忌，同爸爸干杯，讲声父亲节快乐啦！点少得食翻只端午粽，过一个满足嘅端午节啦！6月9日下午12点-7点嚟 MHK.TV 开放日，为六月咁多个节日做足准备啦！六月份咧，就好多节日嘅，冇乜
人会理解的父亲节，做父亲是阴功的，就算去父亲节都是爸爸去等位，等你班蛋散瞓醒觉同你一起去喝茶，即是做爸爸给埋钱，即是父亲节就永远都不会够母亲节咁受欢迎的，但是爸爸都很阴功，爸爸真的会顶起头家出去搵食，回到嚟又不可以蹲呢个款，即是黑口黑面。而家的爸爸同以前的爸爸亦都好不同，对啲仔女又呵护备至，以前的老豆就即系一家的经济支柱吓，无上权威，翻到去要打边个就打边个，要闹边个就闹边个啊，蹲呢个款。咁而家啲爸爸又叫吓同大家去玩啊，咁啱啱有个网友啊，知道喺我哋个 group 度啊，唔讲名啊，即系话，去到夏天热到屎辣辣，仲要咧带啲细路仔去滴滴嚟啊，干煎虾碌啊，好辛苦。第日翻嚟咧就鬼咁多嘅工作要等住佢做，即系散咗 weekend 想静静地坐低睇电视都唔得。咁啊，大家记得孝顺大家嘅老豆老啊，咁亦都系有我哋嘅端午节啦吓。咁啊，俾几张端午节嘅总嘅相片俾大家睇睇啊，逐张逐张嚟。咁我哋亦都咧喺呢个嘅嘉咸街啊，元太啊，三十年传统老店三阳号，呢个咧就系我靠阿小花咧，佢真系落去咧同呢个元太系倾掂咧，就佢俾啲好优惠嘅价钱，我哋又食咗咸肉粽啦、碱水粽啦、龙舟粽啦、果蒸粽，碱水莲蓉粽啦，迟啲仲有呢个嘅咸蛋鲜肉粽啊。嗱，讲少少啦，绿豆咸肉粽就广东粽，咸蛋鲜肉粽就上海粽。嗱，呢两只粽我都非常之中意，但系如果你问我中意食边只多啲？就中意食呢个嘅咸蛋鲜肉粽、上海粽。好啊，翻嚟嗱，我哋迟啲咧，我亦都会教大家咧就点样去食，就用呢个嘅晋升入口嘅一只嘅台湾嘅豉油，再加咧我哋呢个几滴啊呢个鬼椒，然后咧就点啲粽食咧就靓正到不得了。嗱，开放日咧我就建议大家咧可以买到我哋嘅粽，或者早啲打电话上嚟39585673，或者 WhatsApp 去98108874。想訂啲咩嘅種嚇？咁我啲同事話俾聽，我哋種嘅訂價會係點啊？嗱，如果你喺九龍或者新界嘅朋友咧，我就建議你咧就同我哋訂啦，因為點解咧？我哋都係直接同呢個三陽號啊、元太攞種啊。咁大家你計翻條數咧，你搭車走到去中環啊，一來一回，其實嚟幫襯我哋咧，你真係有著數係嘛？咁同埋咧，亦都可以買我哋呢個嘅烏魚子醬。我哋咧就發現咗咧，將烏魚子醬再加埋呢個鬼椒，再撈呢個大甲乾麵食咧，再加山葱，可以話俾你聽。即係有啊，邊個擺喺你面前，你都唔想搞佢，淨係想食嗰碗面，好食到不得了啊！好嘢嚟嘅。咁啊，呢啲嘅食法咧，我遲啲咧都喺我哋 MIHKTV 嘅 Facebook 嘅網頁一啲嘅短片咧，係會教大家嚇點樣利用我哋嚇成個 store 裏邊嘅唔同嘅調味料啊，我哋嘅醬油啊，我哋嘅產品做一啲美味嘅食譜咧，包你大家食到舐舐嚟嘅。哇！我已經～自己再轉現咗嗰只豉油加只鬼椒，再點呢個三陽號嘅鹹這個鹹蛋鮮肉粽，不得了，冇得頂。咁啊，希望大家咧嚇六月九號上嚟嚇入多啲貨嚇，或者買翻啲汽酒啊、sake 啊、威士忌啊，請你個爸爸嚇有一日愉快嘅父親節，或者買多啲嘅零食。我知道晉升老闆娘已經入口一啲嘅 popcorn 啊，遲啲等佢哋咧再同大家去傾偈。而鬼椒呢只嘅辣椒咧，我真係極力推介。雖然我唔係一個嗜辣嘅人，但係佢種香味咧係好似令到你會上癮一樣啊！亦都係喺夏天裏邊咧食到辣啊，心水。身汗嗰種嘅暢快嘅感覺咧，同做愛嘅高潮嘅真係差唔多。咁啊，遲啲我哋都揾咗阿總理咧拍一條鬼椒嘅宣傳片，因為喺好快就會推出俾大家睇啦，到啦。咁好啦，咁啊，我哋咧就近排啦，即係大家都見到啊，總理都靜一靜啊，發生啲咩事啊咁樣。咁琴晚咧，佢喺個 Facebook 裏邊咧，亦都做咗一個嘅 Facebook 嘅直播。咁啊，即係釋除咗大家嘅疑慮啦，唔使大家咁擔心啊。《希姐的美食家》第二季咪得13集啦。咁我哋一令到佢咧，就即係會越做越多。咁啊，大家都會記得啦，即係我哋嚇而家 MHK 好似嚇呢個風格有啲嚇改變咁樣，成日會幫人補出頭啊，出講一啲不平嘅事啊。咁樣係啱啱喺上個禮拜一，我哋訪問咗落馬洲被黑社會恐嚇嘅陳姓司機嚇，原來咧喺啱啱喺琴日咧，佢就懷疑咧喺經過落馬洲嘅時咧，又俾人嚇疑似啊，蓄意咧加速撞尾，令到佢受傷入院。咁我哋今日嘅的士判官咧，會同大家講一講依一樣嘢，同幫阿陳先生再發一發聲。咁亦都有一啲嘅食肆咧，我哋遲啲都會踩佢場啊，踢爆佢哋點樣欺世盜名。同埋咧，有一個喺西營盤嘅台灣料理嘅食肆咧，近排咧疑似咧佢哋原本嘅揸 fit 人咧，係俾佢嘅股東咧
呃到咧嚇，即係雞毛鴨血嚇，品牌呃咗佢，成檔生意呃咗佢，懷疑有啲咁嘅問題會發生，咁亦都咧嚇未經佢同意咧，亦都係開咗一間嚇依間嘅。台灣料理店在尖沙咀，我們一定會和超哥和總理去踩踩場，看看他的東西又對不對版，就是講個故事在節目裡面幫原本的兩位的台灣的女士就打不平，這些我們會做的，繼續發聲保持公義，將一些真相呈現給大家，令到大家不要戇交交，還有就不要做一個愚昧的香港人，多些的知識令到自己懂得獨立思考。咁啊，啱啱喺上個禮拜裏邊咧，金曲妙韻歲月情咧，我諗都係一個幾有趣嘅一集啦。咁我都聽曬三節。咁而當中裏邊，我哋都發覺咧，我哋原來有個 MHK 嘅 TV 嘅高層人魔咧。就上咗阿佐敦嘅節目，咁呢個高層嘅人魔咧就都講咗好多咧嚇 MHK TV 創立嘅一啲嘅古仔啊、經過啊咁樣。咁啊當然阿俊呢個高層人魔咧就都跟咗我都幾年啦，咁亦都大家都共同成長，大家都係好多嘅困難裏邊咧係解決咗好多嘅頭暈身興嘅。咁啊好老實講，即係我剩低嘅時間喺香港會有幾耐咧？都係一個開始見到一個端倪啊！咁其實我都今年50歲啦，即係我再繼續再奮鬥落去啊，或者係再做一啲嘅嘢，咁當然我係做足夠嘅魄力啊，我嘅體力啊，同埋我嘅精神嗰方面嘅嘢，我都係完全好 fit 好 sharp 可以做到呢一樣嘢。但我開始有一個問題要諗啦，我繼續打仗落去，繼續去將我每一日起碼有17個鐘頭係擺咗喺 MHK TV 依度嘅時候，我剩低嘅時間的而且確好少俾到我嘅屋企人，俾到我太太啦，俾到阿花木蘭啦咁樣。咁我好希望咧喺我健在嘅時間，或者係我身體仍然係一個好頂峰嘅狀態嘅時咧，同佢哋咧相處多啲，同埋我唔想係一個我打完一場仗之後，或者將 MHK 做到上市又好，或者係賺好多錢又好，咁所以呢個仍然係好遙遠、好遙遠嘅事。咁我真真正正喺上個禮拜，我哋都出咗一個承諾，就係我喺2年。我將 MHK 做到有個冇得個冇，將我人生的精力，我去盡量會在這兩年之內咧，係發放出嚟，將 MHK 做到去一個最 top 的 position。對我後面的支持者啦，我一啲嘅拍檔啦，我一班嘅手足啦，阿俊無條件即係義無反顧啊，西瓜頭義無反顧跟隨咗咁多年去打嘅唔同嘅硬仗咧。希望他们见到一个曙光，那这两年是相信是我人生里面应该会最精彩的两年，然后我做完做到一个起码稳定的地步之后，我真的很希望可以浪多些时间陪伴我家人，或者我不会离开香港，或者我会有多些时间去到海外的地方，更加去充实我自己，扩阔我自己人生的视野。那这个是我和我太太一个的承诺，我希望我做好了 MHK 之后，我会有多些时间陪伴佢，因为我哋人生里边好无常，我哋唔知道下一分钟会发生啲咩嘅事，亦都唔知道将来嘅事会系点样。我哋一定要珍惜我哋自己喺侧边人。而咁多年咧，我都系发觉我都系好少摆到一啲嘅心机同埋力水俾到我侧边嘅屋企人。咁希望我唔系开一个空头嘅支票。呢两年我亦都系会系。將我自己做到最好，將 MHK TV 做到最好，將我哋嘅手足係鞭策到最點頂峰嘅狀態，或者我唔俾唔到一啲嘅金錢上面嘅嘢佢，但係我可以希望佢下一份工嘅咧，佢可以有一個最佳嘅狀態，有足夠嘅知識嚇，足夠嘅專業嚇，同埋足夠嘅態度，正確嘅態度去喺佢人生嘅崗位裏邊嘅做發光發熱。咁呢個係我希望做得到嘅事。咁啊，希望各位嘅老友記咧，仍然繼續去支持我哋嚇。咁好啦，咁啊。在这一方面里面又有些改变了，那么这个的星期一呢，很快在6月11号晚上的8:30呢，我会推出一个新的节目叫做心灵乐章。那么这个呢，我找一个很有猛料的老友记，就是 Richie 罗仲良先生，那么资深的音乐人持有仔，对人生很有看法，对音乐的知识非常丰富。咁咧，佢就會幫我哋咧主持一個關於心理學同埋音樂知識嘅節目《心靈樂章》。嗱，可能會話：喂，會唔會好 Q 悶啊？如你整埋啲咁鬼曲高和寡嘅節目，我可以應承你。裏面的節目你看完一啲都唔覺得悶，同埋非常有趣。因為 Richie 會將啲音樂界嘅
古仔，香港音樂界樂壇嘅古仔同大家分享，同時之間亦都俾咗好多嘅音樂嘅知識你嚇，亦都解釋好多嘅人生嘅一啲心理嘅問題嚇，譬如你個戀物狂啊，你點解會嚇成日同你老婆鬧交，你要出手打你個老婆啊？點解暴力收場啊？解釋好多人生嘅問題，而 Richie 咧遲啲亦都會咧接受大家嘅一啲嘅疑問啊難題喺節目裏邊同大家去分享呢方面嘅嘢，係一個非常有意思嘅節目嚟嘅。因為點解咧？香港嘅人咧日日咧面對好多嘅壓力啊，同埋壞嘅消息，令到我哋嘅心理咧係非常之唔健康。而心靈樂章呢個節目就正正咧就要 cater 依一個嘅方向，依一個問題 identify 咗個源頭喺邊度，令到希望大家咧睇完 MHK。TV 嘅節目咧，揾到一個正確嘅人生方向。咁我播一播片啊，關於呢個 Richie 嘅最新嘅片嚇，新節目嚇，嚟緊咧6月11日嘅晚上，會同大家去分享《心靈樂章》去去邊。Hi, 各位你好，我叫做罗仲良，英文名叫做 Richie。咁咧，我将系喺下个月咧，6月份咧，我就会有一个节目咧，系讲关于音乐啦。另一半咧就系讲关于心理学嘅。咁咧，首先咧喺音乐度咧，我就会讲啲乜嘢咧？我会可能大家。沒有興趣知道就是譬如今時今日我們的流行音樂是怎樣由古典演變到過來今時今日呢中間是經過了什麼的發生過什麼事情有沒有些有值得拿出來談一下我覺得有的因為為什麼呢如果不是有以前人做過的事情改變了個規矩呢今時今日的音樂就不會是這樣的了那關於我自己少少我自己嘅歷史咧，就我本身咧係一個職業樂手嚟嘅，最初期我出嚟做嘢嗰陣，咁後來咧我就冇再彈，就轉咗去做寫作，即係做咗作曲啊、編曲啊、幕後嗰啲嘢。咁之後咧，我又做過自己開 production house 啦、音樂製作公司啦，咁啊做廣告同埋電影配樂嘅。咁我喺音樂度咧，已經咧不知不覺咧都做咗有40年啦，起碼。咁我樂於咧向大家分享一啲過呢40年啦，我所經歷過嘅唔同嘅工作上面嘅有趣嘅事情啦。咁亦都講下一啲關於音樂啦，例如咧例如爵士音樂啦。爵士音樂是一個香港人非常不熟悉的音樂
很多人都不明白什麼叫爵士音樂呢。曾經我朋友很笑，他說你玩爵士音樂好像亂玩一樣。我們不是亂玩的，我們是有規矩的。但是因為你不明白這些東西，你又即是沒有學過，變成你聽到好像亂玩，其實不是亂玩的。在這個節目呢，我都會即向各位解釋一下，譬如這些咁冷，即係比較冷門啦，即係少人聽嘅。咁但係即係成乜嘢嚟咧？咁我會都喺呢個節目度講下。咁喺節目裏邊咧，我甚至乎可能會邀請一啲嘉賓咧，係同我一齊成長啦，喺圈裏邊，咁佢哋都做咗好多年啦，唱歌啊，玩音樂啊嗰啲，咁叫佢哋現身說法啦，大家傾下我過去喺香港嚇、由70年代到而家，到底嗰個音樂圈係點發展嘅咧？咁樣咁啊，音樂咧就只係佔呢、這個節目嘅一半嘅啫。咁另一半咧，我就會講關於心理學。嗱，首先講清楚，我唔係咩心理大師。咁啦，我本身咧就讀過幾個心理學嘅課程嚇。咁咧，因為我對心理學有興趣嘅，咁其中一個課程咧就比較可能大家都有關係咧，就係、是、叫做心理輔導或者心理治療嚇。咁呢個課程咧就係、是、教我哋點樣去同一啲情緒有問題嘅人啊傾偈，去幫佢哋即係俾啲意見佢哋，疏低佢哋唔使咁抑鬱。咁我都唔怕，坦白講，點解我會讀咧？因為我自己有個抑鬱咯，嚇係嚴重抑鬱，即係想自殺嗰只噶啦。咁喺嗰個喺足足有3年時間，我喺抑鬱裏面。咁嗰3年其實真係好辛苦嘅。咁所以我走翻出嚟之後咧，我就索性咧去讀呢個課程。咁我覺得可以幫自己啊，又可以幫下人啦咁樣。咁現代嘅社會咧，抑鬱咧已經係一件，即係唔係罕見嘅情緒問題嘅，好多人都有噶啦。咁喺呢個節目裏邊咧，我都會解釋一下，即係我哋點解會抑鬱咧？咁如果真係抑鬱咗嘅，咁係咪真係絕望咧？唔係嘅，我覺得嚇。同埋一樣要搞清楚嘅就咧，好多人都誤會咧，精神病同抑鬱有關係。其實精神病咧就係精神病，我哋叫做思覺失調。抑鬱咧只係 emotional problem， 即係你個情緒有問題啫嚇。咁啊 ，OK， 咁如果各位喺生活上有啲情緒上困擾，或者你覺得唔開心嘅嘢，長期困擾你嘅，唔知點解決嘅，咁啊，我希望咧你可以寫信嚟俾我喺呢個網址度，或者你 WhatsApp 去呢度呢個電話號碼。咁我就喺節目裏邊咧，就講出我嘅個睇法或者 suggestion， 咁大家當研究下。咁其他朋友如果有相同嘅問題咧，咁都可以喺呢個節目裏邊咧得到一個唔同嘅意見，可以改變你嘅諗法都唔定。咁好啦，咁喺呢度咧，我就祝各位身體健康，心情靚靚。OK， 咁我哋下個月見。有型咧 ，Richie 係咪先？即係拍得住我咁有型咧，一頭嘅長髮係嘛，仲有料嚇、啊，即係對世情有洞悉嚇、啊。曾經喺陰暗面走咗出嚟，咁我依個對呢個節目好有期望。我希望大家啦嚇、啊，如果有情緒困擾啊，或者對音樂好有想資訊想知道嘅咧，一定要收睇呢個嘅《心靈樂章》呢個節目啊。6月11日嘅晚上8:30嚇、啊，會帶俾大家。咁啊，原本嘅 K C 推輔導咧，咁我就會再一個新嘅時間嚇、啊，我就再之後嘅時間會再同大家去公布嘅。咁而 K C 推輔導咧 ，K C 圖表學人 ，I'm sorry，K C 圖表學人咧就會喺6月30日嘅晚上咧就完結噶啦嚇。咁啊，大家佢唞一唞鼠俾 K C 上周遊列國玩下先，充下電。咁啊，好啦，咁啊，剩低嘅時間而家 over 咗好多。
咁我都要讲多少少嘢。咁啊，嚟紧我哋世界杯有啲咩安排咧？咁啊，世界杯咧，我哋会将以前嘅友达齐齐发、床板夹春袋，同埋我哋嘅真心教嘅教主嘅一众嘅教众咧，去组织一个嘅节目，咁样抽四场波俾大家一齐去睇嘅，咁啊，同大家去参与。咁依班嘅大哥咧，就会喺依四场嘅波里边咧，同大家咧就现场一齐睇波。咁我哋亦都会做一个嘅直播嘅。咁啊，边四场波呢？我哋今晚会开会吓，密切留意我哋之后嘅公布，亦都系欢迎网友同我哋一齐去参与嘅。而喺里边当中，好似变形金刚里边咧，分一定会分狂派定个恶派噶啦。大家各自有想自己支持嘅球队，咁啊估波胆啊，估边个赢啊，边个出线啊，吓当中亦都有大惩罚。咁你如果想睇下总理咧估错咗吓，要食鬼招吓，送呢个嘅大夹捞面咧，咁啊呢啲又开心死啦吓。我哋一定会玩到人嚟尽嘅。咁密切留意我哋嘅公布嚇，邊四場波同埋我哋參與嘅方法。咁喺依個星期六咧，六月二號咧，謝利同埋 Nicky 哥咧就會去旺角嘅街頭咧，同大家咧去玩一個嘅世界盃嘅問答遊戲啊嚇。咁如果你哋咧嚇熟悉世界波，知道曬過往世界波嘅一啲嘅資訊啊，邊個入球最多啊，邊個國家嚇捧杯最多啊，邊個爆冷最勁啊嚇非洲球隊又喺世界盃裏邊贏過幾多場啊？入到最高有咩位置啊？依啲冷知識啊，大家快啲去嚇温故知新定啊！因為奇怪嘛嘅謝利咧，就喺當時咧，就同阿 Nicky 哥咧，同大家去問候呢啲你哋啦，同埋之前就問挑戰你哋對世界波嘅知識有幾多啦。咁成個節目嘅 segment 咧，就我哋會拍低啦。咁同埋係由 9mm 嚇依個能量飲品咧，就去贊助嘅。咁如果你答啱或者答錯問題咧，都可能會得到 9mm sponsor 嘅飲品咧派發俾你哋咧，去等你嚇提神去睇我哋嚟緊嘅世界波嘅盛事。咁啊，节目时间系咁多啦，咁啊，希望大家咧六月九号吓，上嚟我哋嘅开放日吓，未订爱文芒嘅老友记咧，就快啲打电话上嚟39585673，或者上我哋嘅网页咧去订购啦。系咁多先，今日吓，多谢大家嘅支持，多谢各位嘅问候，我身体开始慢慢会恢复，咁我继续会俾心机打埋呢几年嘅仗，多谢大家。